最悲观。小板蟹入团展，今天最多的时刻就是这个时刻。刚刚的开幕典礼都没有那么多人，市长来的没有那么多。我讲错话了吗？好，大家听听就好了，录的不要上传哦。删掉。他这一次基隆下雨的时候他来了，那他就滑倒在那个草坪那边，结果脸部跟身体都是泥土哦。竟然直接我穿和服直接靠过来，然后就是这样，怎么讲是搓我这样，然后和服沾掉，他就被骂了。对，所以呢，大家可能他就是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行动，所以大家都悄悄的迎接他了。感谢雾茶茶，大家期待的熊本秀要来临了。
人在吗？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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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いしい食べ物いっぱいいますよ。食べたい。我吗？我还没有吃，我等一下想要去逛逛，我们一起去好不好？好。哦，不知道现场大朋友小朋友有没有一起到现场去逛逛每一个好吃的摊位呢？等一下我们也会去逛逛摊位，欢迎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去哦。哦，那今天呢？耶，今天现场很多小朋友，对不对？子供たちがいっぱい集まってるから一緒に写真撮りましょう。どういいね。好啊，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开放现场的小朋友上台跟可爱的库玛蒙合照。